哥，你来了。傻小子，我一直都在。你什么时候想回去，只需要对他们说两个字，回家。这两批雪龙驹是当年父亲送给我的，日行千里，最善使途。你什么时候想回去，只需要对他们说两个字，回家。凡事什么不要善尽心切。我父亲年迈体弱多病，恐不堪牢狱之苦，趁机大肆放纵脾气。父亲犯的可是死罪，我可以替他去死。